年都不知道做什么。哎，不如我们出去吃大餐吧。哎，你不是怕胖吗？还是去旅游好了。哎呀，过年期间啊，人挤人的，还是吃大餐比较好。旅游好，吃大餐好，旅游好，吃大餐好，旅游好，旅游好，旅游好，吃大餐好。我有个更好的建议，既不用出门去人挤人，还可以健身哦。啊，是什么？嘿嘿，当然就是在家看听听看啊。对哟，听听看啊，现在有手语健康操，不但可以学手语啊，还可以运动健身哦。还有温馨感人的身心障碍故事和才艺表演呢。听听看，祝大家鸡年行大运。